迎他们两位颁奖人，颁发的是最佳剧本 The Best Storybook。 哇，好登对啊，好气人啊，怎么那么登对？大家好。在我哇哦，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鼎鼎大名、风靡多少少女的金真勋，要不要和大家说 hello？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女王子金真勋。没错，他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偶像剧，就是《宫》。那在《宫》里面是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王子。是王子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他是韩国来的王子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成为全亚洲、全世界的王子。其实，在台湾哦，我们也有台湾的王子。好了，不多说，我们言归正传。志玲，按照程序来。志玲，你刚是在叫我啦？啊？我没关系，我来得及下去坐好。好，你下去坐好了，待会就由我来主持。那我可以坐第四排吗？当然可以，第四排左边那个位置。四排二号那个位置可以。好，我们一切按照程序来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。